我觉得会有，嗯，这些方面会有一些变化。虽然就我自己的个性方面，自己的一些大的风格上面，我觉得没有说很大的变化，但是我觉得在时尚方面的一些突破，包括一些新的尝试，以往我没有做过的一些东西，一些挑战，我觉得我现在会就是特别的 open。想去拥抱，想这些新鲜的东西，还好，因为，因为它是我自己真心喜爱的作品，所以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工作压力在我身上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平时也会喜欢这个牌子，而不是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才讲这样的话，而且我自己会去买。我经常收单品，当然他们也会送我很多的一些礼物什么的，所以对我来讲这方面不重要，因为我也留意到，除了他有配一些裙子以外，他也有一些很有个性的这种，有皮质的，有丝绒的，而且有一些夹克也是非常